求你来怜悯我们，主啊，我们渴慕你的爱，但是撒旦他的诡计，他拆毁我们，对他好像要阻拦我们很多的事情。主啊，我来为着中国，为着以色列，为着印度，为着我们的台湾，为着整个世界，主啊，求你来掌权。主啊，你的手来掌权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医治者，你是要来拯救我们的。主啊，所有的掌权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这些诡计，这些疫情，主啊，我相信你是在震荡，你正要拯救我们。主啊，过程当中很痛苦，主啊，求你来掌权，来停止这个疫情。主啊，这世界是属于你的，这世界是属于你的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是认识你不认识你的，主啊，都是你的孩子。